爱吃蒜的可以划走了。大蒜和辣椒搅成末，锅里的油要多一点，炒至微微发黄，有一点焦的状态的时候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。这个蒜蓉酱可以多做一点，平时做个茄子啊、花蛤啊，味道都可棒了。肥牛焯熟去腥，淋上满满的蒜蓉酱，要抓拌均匀哦，让每一片肥牛都裹满酱汁。我感觉光光是这个香气，我都能吃掉2碗米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